好，这一对。哦，感谢斗内。所以说好的玛雅呢？好，我会用玛雅的啊，不不，我会用光队的啊，可是不一定是玛雅。等一下再用，我们先用那个，我还在测试刚才那个干爹给我的考验，就是一样是这一对。应该是洗技能，其实这一对还蛮好洗技能的吧。第一次看你直播到这么晚欸，那你真的是蛮不常来看直播的、哦。好玛雅不用吗？真的吗？玛雅很难过吧？正常光队都难过了，更何况是我们的伟大的玛雅。接着来到了第二个关卡，第二个关卡这边也是尽量洗净的啦，没什么技巧，不要断心珠就好了，不要断得太夸张，应该都可以过。玛雅克的金越多我越强，有这种传说吗？没有吧。阿波罗是什么远古时代的人吗？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他最近出来的消息？哎，新珠，好，可以。没关系，我们要开这个双鱼，双鱼，双鱼，双，好像有点发音不太正确。抱歉，双鱼，好像不能转嘞。有新珠就可以活下来了。没有转好，没有发挥好这个回合，不过还是带走了赞。好，接下来到第三个关卡，这边呢我们要把鸡翅双技能开下去，应该就可以过了。加龙科应该就可以过了，让我们分数高一点。咚咚咚咚，哇，我没有滤出水珠来怎么办？有点尴尬。过了，好，OK。接阶段这边呢，我们也是直接来。我觉得先一回合就是在这边直接消，然后对开下去，直接来。比较尴尬的是我刚才没有滤好珠子，蛮尴尬的。现在版面也蛮糟的感觉。是好 ，OK。好，尽量把那个升华键转一下。哦，我觉得有点难度哎，怎么办？可是又不想在这边开爆发。我们要趁这回合了，不行，直接。哇，都怪我没有用好。
好，很好，这边遇到史上最难的危机了。一二三。没有水珠，哇，完蛋了！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，真的好险！怎么办？现在这边很危险啊！尴尬，真的还蛮尴尬的耶。等一下，这怎么办？他是血量不会在，没有在动哎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他会不会死掉。这样会死吗？他血量真的没有在动哎，血量有这么厚 ？OK， 我们关关难关，关关过。哎呀，来到这一关，我只剩下270滴的血量，也太少了吧！天哪！啊！尽量来一个华丽的叠珠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谁叠的？哇，他要找我查了，怎么办？他，哎，这个有办法，有办法，有办法！一二三四，好像有办法哎。OK， 我来，我们就是有用不完的生命力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站在这里的理由。越来越多光珠了，怎么回事？好，基本上还是可以的，我们不要吓自己。可以，我们死马当活马医，要活下去啊，各位。四颗，好，来，来来来。真是已经拖了够久了，哦，拖到这个都快起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再拖一回合，我就人生圆满了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想想看要怎么拖。哇，这个好难，这有点难。一二三，哎，不行啊，太多了。算了，直接来吧。好，这个应该 OK 啊，我觉得。好 ，OK。我尽力了，我真的 do my best， 比柯文哲还 do my best 了。哎呦，这个版面好像还不错哎。Oh my gosh， 这样还没死，我也是很觉得很，他的生命力也跟我一样顽固呢。那该死了吧！哦，我活下来了，我还活着！突然觉得很不可思议，而且有点荒谬，我怎么还在这？先把光珠给绿掉好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喜乐女神跳起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这一局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可以哦，哎，这场打得真的很不可思议哎，我只能这样讲。好，文科已经完全没有了，所以可以的话，我们在这里呢，尽力来了。最后目光啊，好。哦，可以，我这样可不可以呢？不能消到
小到好，不能小到光珠。很紧张 ，so 紧张 ，you know。冰的时候是不是它有 1.5 倍啊？我记得好像是这样。啊，没了！哇哇哇哇，完蛋！怎么感觉一失足成千古恨啊？哎，这个版面也不错。好，一二十八 ，OK。水火木光暗。刚有消到吧？一万，哎，好像还活得下来，还蛮 OK 的。现在蛮融洽的，我们处得蛮融洽的，我们是 friend。哦，好险有天降！四五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最后一回合了。来吧来吧，哎，我死撑、活撑、硬撑，终于来到了这一天。还是跟啊！加五秒，我是1.5倍，差一点点。这我很尽力了啦，好不好？算我过啦，已经发挥到了这一队真的很大的那个可以了，我觉得好不好？不要那么严格，做人松一点，七颗哦，他都会先转什么啊？哇，好像有点光珠有点被用掉了，但是总而言之我们要过了应该吧，我就三转好了，我觉得还是转直排好像比较好一点点，来转直排好了，五颗好像 OK 耶，转直排这样可以吗？七八天降有吗？过了伪零食，我真的是死撑火撑才让这一队活下来，我是不是很棒？我觉得我好厉害哦，这真的不简单耶，这一队真的我们可以撑了这么多回合，然后好像当你看到了死亡的尽头，但是那不是，那是希望的光芒，然后我们又一次一次的奇迹的活下来，最后就通关了。水属性亚伯罕顺利通关了，各位。